2018年，新的一年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你想要改变的是什么？美丽，马来人，印度人，土著，华人，还有更多的华人。我不知道我自己在讲什么，我只是要让这个 video 更加 dramatic 一点。大家好，我是豆比故事的 CEO 豆比小郎君。新的一年，就让我来跟大家介绍我们的新产品美丽2018。住在西马的朋友可能觉得飞来这里的飞机票很贵，但是这个并不在我能力范围以内。这个东西叫问安格多尼亚。等先，我电话响。讲到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哎，安格多尼，今个我看见你，你好没 ？Good, good, good. So why did you call me, huh? You asking me for Kang Tao, ah?Okay, I've just released a new product recently, so let me talk you through it. Listen. I'll put subtitles for you, so don't you worry. 这个影片将带给你全新的体验，一个前所未有的视觉飨宴。在这个 Borneo Tropical Rainforest 的休闲乐园里，有各式各样的设施活动。你可以享受大型溜滑梯带给你的刺激感，哇！或是变身成空中飞人，穿梭在热带雨林中。哇！如果你是一个胆小鬼的话 ，No problem， 你可以悠闲的乘着小船，沿着湖欣赏清幽的景色，阳光、沙滩的追求者，马耳他蓝窗坍塌了，某满彩，美丽2018可以让你找到一个更加雄伟的美丽之窗。我们从一个小小的渔村演化成一个主要的游景地带，慢慢发展成今时今日的大城市。美丽的变化和持续拓展潜能，我相信大家有目共睹。美丽2018堪称是个美食的大熔炉。由于数年来各地的民族迁移到南洋，所以除了土族，这里还有马来人、印度人和华人。而民以食为天，有人的地方就少不了食物，因此这个地方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传统美食，集结中国南部所有籍贯的特点美食，像是你把整个中国南部搬进来美里一样。你吃下去的每一口都是我们美里老一辈人的努力和历史。我们在吃米当中一点五十斤啊，对你的好美，美景、美物、美食、美人，一个笑容，一个招呼，就足以让大家感受到美里浓厚的人情味。美里这个地方绝对能够满足你。我是美里人，我是美里人，我是美里功夫人，我是美里人，我是美里人，我是美里，我是美里人，我是美里人。So, Uncle Tony, what do you think?
如果你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掌声加尖叫，我们听不到，点赞、分享和订阅，我们才收到。也别忘了追踪我们的 IG @vvstoryfood， 不然你 miss 掉。我们下次语言再见喽。